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添。哇！你唔好以为呢度停车场啊，其实呢度系幼稚园嘅后门嚟咋。我哋收到观众投诉，喺沙田美城苑辉城阁地下一间幼稚园嘅后门有一个游乐场，呢度长期都有好多架电单车泊咗喺度。呢啲电单车车出车入，一个唔小心真系会撞亲途人噶。咁我哋曾经向幼稚园嘅职员查询过啦，咁其实呢个情况其实长期都系咁。但系虽然呢度只系幼稚园嘅后门，但系亦都系佢哋嘅紧急出口，所以如果发生啲乜嘢事，都真系好危险。在拍摄途中，我们就遇到一位车主来拎车。是啊，我想请问为什么你会将电单车泊在这里？是有什么原因啊？先生？没原因。是啊，是为什么呢？但是这一泊在这里是违泊，但是这样就这样泊在这里。啊，是不是经常泊在这里的？泊了在这里多久啊？大约？一阵啫，系嘛？但系一阵都系违泊，惊唔惊会罚钱咁样？系咯，即系咁样违泊喺度，系唔啱嘅。嗯，先生，得啦，你唔使问。但系平时都系泊喺度噶。唔系啊，都。咁点解今次泊喺度嘅？系因为贪方便定点啊？就违泊事件，我哋向美城苑嘅屋苑管理处查询过，不过就未有回复。希望各位司机自己自律啦。